是台湾主灯区的，但台湾灯会的主要灯区。哦，大晃宫的，然后紧邻旁边的，旁边的就是佛教，啊，道教应该也有基督教，一贯道的大概都有，大宗教的大概都有，儒释道也有，五大宗教大概都有。会轮胎的结构水管就可以做出那个艺术品，会去轮胎就可以做艺术品。你看，很萌芽，很萌芽上面那个象征芽，很有创意。哎，还可以进去哦，那里面还有空间，还可以进去。哦，妈妈没有抱他，就马上，马上，妈妈离开，他马上就哭了。小孩要感谢妈妈哟，还有轮胎再加上那个电扇的，电扇的叶子，电扇的叶片，那、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可以去轮胎，又可以做艺术品。今天天气冷哎，你看小朋友喜欢进去那个一个空间里面活动。很有创意啊！我这样叫做蒙语啊。那个比较宽，比较宽，剪开然后再放，锥形的，很有创意。有朋友喜欢，哦，这个看得比较清楚，叶子嘛，那萌芽，萌芽，象征种子，然后萌芽。圆脸的应代表地球嘛，然后种子萌芽，有活动厕所，还有后龟屋的那种厕所，也不知道还跑到那个停车场那么远的地方。宗教区啊，佛像的很明显。然后东边那个是台湾灯会主要灯会区。画面正中央的西藏白塔，喇嘛教的白塔。将你的目光凝聚后方光射的对感处，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光彩的光雕秀。还有光雕秀。哦，很有艺术的，很美。
好用心啊，好用心，他转金红的，他转金红。哦，要给人家实验实验的，还是那个盆子要装什么？还有在投影啊，屏幕还有在活动。黄标。西藏的，西藏的，我叫西藏的叫。还有转金孔。健康，好好过日子。在位置上来坐坐，待会我今晚精彩的节目要即将来开始喽。观世菩萨慈悲弟子，弟子增加智慧，帮助网社会无网络电视台，社会无网络电视台观看人数达到1000位。现在有550还是什么？观看的时间达到4000小时。哦，要是我慈悲，身体健康，能够帮助道务弘法，帮助弘法。祝福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幸福快乐、福贵圆满、吉祥如意。还有观众朋友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哦，哎呦，太夸张了，还在看你夸啦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哦，好，是哦。好的，大家知道这里是什么灯区吗？哦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奇异果。